动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爱运动教练一对一，我是全真瑜伽健身的 Thinking 老师。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动作叫做 Shimmy， 也是一个肚皮舞很经典的动作。我们先做上半身的好了，首先请你把你的双手往外打开，还记得我们第一集挺胸的这个动作？好，所以请你把胸往上提，去推肩膀，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往前的力量多少，往后的力量就多少，所以它动作是相对的，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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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觉得顺了，你就可以开始加快速度，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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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都还是在有节奏的状态之下。那我们真的完成虚密的，我们就到碎拍，碎拍，好，抖肩抖胸，用你的挺胸在这个位置去做。好，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你的胸躲起来，挺胸，挺着胸，这是我们的肩膀的虚密。那我们再到下半身的虚密，基本上我们从膝盖，好，脚跟踩稳地板，我们用膝盖去做震动。简单来讲就是右左右左，一直去动你的膝盖。那你可以从比较慢的速度，因为一开始你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一定没有办法做到很快，或者停留的时间很长。你可以在你能够稳定的最快速，那再来一定要把你的屁股的肉肉放松，所以你的屁股的肉肉才会跟着震动。所以当你练习的时间越多，你的膝盖震动的越快，屁股的肉肉、大腿肉肉放松，你的虚拟就会很漂亮。所以像他们有带铃铛的，你就可以听到那个碎铃铛锵锵锵很清脆的声音，就是我们屁股的虚拟，肩膀的虚拟，屁股的虚拟，肩膀的虚拟，再次屁股的虚拟，肩膀的虚拟。好的，我们要准备把我们这几集教的动作，把它串联一个小小的舞码。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我们待会舞码的分解的练习。首先，请你把你的同手同脚，右手右脚，加一个小小的扭转，哒哒。经过一个小小的欧米绕，屁股往下坐两个下下，舌臂，你的手给我一个小小的下腰亮相，右手再往前走一步，我们要回眸，给我一个反向的舌，加上肩膀的虚拟 ，OK， Camel 往你的左边两个正的。我们会加一个旋转翻身，又回到我们练习过的欧米的动作，绕，进入到肩膀的虚拟，还记得挺着胸做，拉长，把你的腰身拉出来，做正的 camel， 从上往下，给我两个 camel 之后卷两个欧米，经过虚拟起，虚拟的分解，荡荡胸下，荡荡胸下。三次反方向的 reverse 卷，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舞码，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一起配音乐喽。屁股下下，手下腰，给我们美丽的回眸，虚咪，两个 camel， 翻身，欧米，虚咪，手拉长拉远。双手上卷下来，往下能够蹲多低尽量就好，虚咪节奏哦，下卷，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舞码练习啦，好好的训练咯。哎，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也谢谢两位同学跟我们一起练习，一起展示这个肚皮舞的舞蹈。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肚皮舞的话，不要忘记你可以在我们的爱运动平台反复的收看我们的肚皮舞的特辑哟。那当然你也可以到全真来找我，我是全真瑜伽健身的 Thinking 老师，希望有机会再相见。